接下来这首歌非常有来头啊，歌名是来自《诗经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用粤语来念好不好听啊？谢谢，我继续念好不好？我要听歌了。让我介绍一下，《在水一方》这首歌，作词人是我的贵人琼瑶阿姨。我又变舒缓了吗？让我舒缓上身。原唱姜蕾，在这么多的翻唱的作品里面呢，最有名的一定是邓丽君。我一直以为是邓丽君。邓丽君唱红了很多歌，都不是她原来。有这么多前辈高人在前面唱过，也意味着这一位歌手要改编到非常非常高的高度，才不会让大家失望，是不是？嗨，李健，自从上次跟你在春晚合作以后，就一直对你的歌声念念不忘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在一起合作，唱你的歌，听你唱歌。现在终于有机会你去《我是歌手》，我觉得我非常开心，非常激动，在宣时间坐不住了，所以你就要出宫找个有电视机的地方去听你唱歌。最重要是我觉得我很爱李健的声音，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空灵，然后又非常有内容。我觉得李健的歌特别适合在下雨天喝着一杯清茶，然后听他的歌，我觉得一定内心会有很多翻腾的内容会出现。非常期待你在《我是歌手》的精彩演绎，等待你的好成绩哦，一定要晋级。我沉思一下。好的。我希望这首《在水一方》能够颠覆和超越人们对这首歌应有的一个理解，然后我加了一个旋律在里面。你不等我了？我已经等了三天了。将一个1971年墨西哥电影的一个主题曲融合在一起，让这歌更立体更丰满。我希望当野三尼亚的旋律出现的时候，人们仿佛时光倒流40年，有一种时空交错的一个感觉。我希望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如电影配乐般有画面感的歌曲。老师的眼睛好大。道路有远有长。
放心去尽一息，仿佛他在水的中央。谢谢。这个唱太好听了，他的声音就是一把看起来很钝的剑，但其实一穿就可以穿到你的心。再次一段掌声。欢迎你来啦！声音好光明的，吴天虎，给他掌声。果然是音乐诗人。我觉得他也是鲜肉啊，你知道吗？下面好多人都被你唱哭了，是吗？嗯 ，Really？ 真的，我今天唱的非常的稳定，对，越来越适应和喜欢这个舞台。他的编曲很聪明，笛子一进来，他的气氛已经给你设计好，你一听你就进入那个境界，很陶醉在这个慢的一个诗意的里面。Hello， 在爱水。好听好听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这位的经典歌手，他选了哥哥的一首经典快歌 Monica。 你起嗨好不好？找不到找不到了这次。有请下一位经典歌手。
哇，我没有看过，你看，耶！这种歌应该要管乐，会好听，会比较出范儿。哥哥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前辈。好多年前我刚刚出歌，连专辑都还没出来，哥哥就是在一个电台访问里面特别的点名的说看好我。声音方面呢，即系我觉得古巨基有啲机咯。哦，系咩？系啊，系啊，因为我觉得佢好有 style， 佢会做一个 idol，即系呢叫 demand 力捧我，唔好令我失望。古巨基，因为我觉得佢好有一个巨星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我，然后还点名，那心情是很难形容的。那所以今天特别特别选了 Monica， 我想在歌词里面跟他说一声 Thank you。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友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友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只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友情实现我个心有愧。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只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将
谢谢。谢谢。他今天有 blues 的元素，有复古舞曲的元素，也有牛仔舞，音乐里面的细节动了很多，包括音乐当中有很多断口、停顿。戏剧行当里待过的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当作角色在台上，不仅仅当作一个歌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急，不急，慢慢走。谢谢。我通常就是女生帮我擦的。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海阔天空》，但是同样歌名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哦，一个是 Beyond 的作品，另一个是新乐团的作品。今天这位的竞演歌手还亲自出马，改编了这首歌里面的所有弦乐的部分。哇哦！但是好厉害哦！到底他带来的是哪一首《海阔天空》呢？马上掌声有请。来了。今天韩老师好像像个教授教高等数学的这个。看着黎明，从月
起了头，日落是春天，日出是春山，只要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像演唱会，音乐总监梁腾峰老师，首席金凯英，以及我的合音，还有这边非常非常牛、非常非常棒的钢琴演奏家刘卓，男人们。嗯，说我接下来要再为大家唱一首。小薛，其实不想走。和后面的几位 Ray 发大招了，谢谢。谢谢小肉仙，是不是？谢谢小肉仙，韩红姐，掌声！韩红姐带来的师傅全场嗨爆了，你感觉呢？感觉还行吧。这个现场这个版本是他自己改编的，没有那么多的花哨，很诚恳的这种演唱，反而是更契合了海阔天空他所应该拥有的胸怀。但这首歌还不是一个简单飙高音的作品，100%这个流行曲式的东西老韩去展现，我认为还是有一些难度。韩红老师是说今天的编曲是他自己他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编曲。哦，厉害。 Hello。 哇，好棒啊，状态超好。今天有点紧张，我你编的东西好，非常好，心思老在那音乐上，关键是在唱一大堆中间趴了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试一试能不能唱下去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知道已经很高。今天韩姐的编曲编得很好吧？千万别这样说，真的，在编曲上你是老师，已经夸你半天了，真的，编曲。